是呗，我都跟你讲，我在苦力怕他说他擦掉，我不在跟他。好呀，我要帮你推。这么准的吗？我要去你那边说啊，他擦掉我。我那还没有进来啊。有进来啊。进来啊，不是进来啊。他刚进来，这句话比较慢，他比较慢。来，我给你要贴图，贴图我给你。哦，哇，这九个进来看到，不是啊。矿块，我滴滴滴挖矿啊！几挖矿？我的。我在这都动了。狐狸怕炸了吧？我不想那动。这洞好像给矿完了哎。要找新的洞钻呢。这个死了。妈的。妈的。讲话找新的洞钻是吧？这个死了。我已经消耗了差不多四个五个那个铲子哦。我还有立刻去特地算了没？很多，现在我就做了四个。钓鱼好发展啊！应该是你的第二个角色，瑞测鱼。瑞鱼，不吃鱼的钓鱼是饿哦。吃鱼的瑞。那我阿龙，你钓我一下，帮我钓一个舒服的。哦。啊，一个不够两个，不限。完蛋了，这我接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大工程。做什么？你们你们要做什么？早知道，那我不要在这里游来游去哦。呵呵。他不想做工。因为我接到这个。他不想做工啊，乱，他要偷懒了。不准关灯！我们是个豆眼睛，不见了。这里啊。啊、电脑吗？你那边比较快、啊，我听到黑笔的磁场坏掉，是不是？啊什么？没有啊，就是我这边比较延迟，我玩的时候比较延迟啊。哇什么、啊？哎、欸，你是手机啊？不用，肯定没有这样延迟哦。我是要连你那个手机、啊，还比较延迟。啊，把那个连起来呀、啊，对吧、啊？大工程，找到了。咦，这我的路不见掉了。你的路不见掉。我的路不见掉。你的路不见掉。还把最快挖掉，做一个泥土商店啊！啊，泥土商店。哦，商店，哎，这个我挺熟悉。哎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睡觉睡觉。要迷路当中，我
觉得我这边，我觉得这边要要啥？要做要自然一点啊，自然有点僵了。我自然就是这样子啊，自然一点一跑上去嘛。哎，有空还有一个点子出来了啊。对，你们家有个黄金帽僵尸啊。好，黄金帽，啊，交给我打了。哎，你们家，哎，你们家，是哎，你们家，两只都两只。是啊。可以先钓鱼啊。我看着你们的家生出一个僵尸。我看着他生出来呀。是啊，看着他生出来的手还。没有，小可豆打你家没？小可豆这没有人打你的家。靠呀，我家门口又有个古力胖。对啊，这个地带这个地方很多苦力怕的不？哎，你过来啊！哎，我两个苦力怕。他们在谈恋爱啊！来呀，来呀，来造我来！来，有本事来造我！哦，黑皮也在开箱子哦，黑皮。嗯。听到声啊？对呀、啊，隔壁而已、啊。隔壁而已。头顶到我头顶。啊！把泥土一大堆，造泥土。看我泥土，对，我泥土也是多少不能用，是啊，我丢掉太多，太多啊，泥土它，泥土地板，泥土地板多的是，不用愁没有，是啊是啊，行喽，对啊，睡觉喽，睡觉，要睡觉，我饿了，你说每次黑比要睡觉时候都是很饿的，你不是讲你路边这么你这样快躺下，哈哈，我回到家。很快，关键时刻回到家。中午你要，中午要按什么呢？我按进去啊，按进去，他那个手机会自动竖起来了。哦。断掉啊！哦，断掉。还怎么断掉？快点！快点！快！睡觉了，睡觉了，躺下了。我躺。不要停声，不要停声。哎，黑比那个钓竿可以钓怪物的嘛？就是勾它拉过来，这样可以的嘛？别勾你拉过来的。啊，我知道玩家能啊，只是怪物我不知道。钓那个过来，钓苦力怕过来。你看，苦力怕在我前面。不要乱玩，我试一下看。哎，这么黑。全黄色啊！他的头是黄色。我跟你合体。你过来，我整个屏幕都是黄色哦。我跟你合体。哦，打掉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哪里？可以吗？水里面。我顺便把我整理一下。我不要。你。哇。怎么很安静啊？且不，不知道，黑笔没有挂，我都没有声音。不要让我有错觉，等一下我又。怎么一堆泥土在那边啊？水又垃圾。我妈的！这么像多生产，怎么还有？生产的吧，不知道，应该是那个啦，露天的那个洞窟。怎么这个石头的铲还新的嘞？你又丢掉？因为我不想拿，石铲可以随时随地做。铁铲我呢？铁铲我留着。要打了吗？我铁桩也要的。哇，你要打我？妈，你打我先啊！咦？我家门口又，我家被炸了，我啊！
有到里面，吓死我啊！靠，吓死我！什么东西？这个怎么？报应哎！这个你该一直打我吧？这我掉，这我掉另外一个洞的，这跟我挖的那个很像，可是没有我的家路。你也行，我僵尸拿石头了。你还哟、哦。嗯，这被我中了。那些饼干进掉了。还关麦哎，还关麦，还没关。洞窟在哪里的？哎呦，我在上面呢。这边走走逛逛先。完了，拿掉我们。喂。妈的，偷我东西哦！你顺你 TP 过来是吗？怎么没看你走过来？我走过来、啊。那你伤啊？对抗我一刀嘞！手嗨，这边哪里的呀？这个历史不是。喂！我走过来一个爆炸的。哎呀！我有按到那手哎，死我！按到完了。刚才我看到他一瞬间呢，按到多那我按两次都。都烦了，我看小格斗，看小格斗，看他拳。你想打？你怎么？就是想打。我很想打，你看节目。他写什么？海草屋啊！你有没有声音啊？好安静啊，真的。阿龙在写字哎。好的，有海草吗？哪里的海草？海草，唱海草舞就有。海草。海草。Many months later， 可以讲出去了吗？那这掉你家洞附近不是吗？哦，这里啊，这里我都耳熟能详。你家附近我哪里知道？有没有看你出去这边徘徊？我说我家附近才对哦。出去啊，在江桥被抓。